各位朋友回来。我们刚刚跟侯老师讲到，他这些年来教育的经验，工作的内容，因为你带弦乐团嘛，去比赛啊什么的。那我们刚刚讲到，当然成绩是很重要，可是成绩并不是全部，并不是学习的唯一的意义。当然，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小朋友一直得第一名，是不是好事？啊，就是真的啦，我刚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失败才学得到东西嘛。对啊，这是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那种经验尤其你越年轻累积，对成长以后的历练会越充实。因为等到你志得意满很久了，然后才开始跌跤，没有人有办法复原的。那我觉得小孩子他们会有时候会觉得说，产生一种依赖性，就是我不用练了，因为别人会，然后老师会带，然后老师很有名，所以我们应该会第一名。会这样，他们会这样想。当然。所以等于他们如果说进了一个，他们要进这个团之前都已经去 Google 过了，都知道这个老师的背景，都知道。我这样其实还蛮恐怖的，这么厉害，所以不是只是家长而已，就包括小孩子也会这么样子的。那所以他们可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觉得如果我这次没有第一名，或者是我进这个团老师不够好，有时候会有这种，也是会这样。可是我带的团应该还好啦，应该因为你是名师啊，没。那像。其实我们刚刚讲说带那种包尿布团，那个很好玩的、啊。带那种团其实一点压力都没有，那年纪很小，那个就是所谓的预备团。那而且又是预备团里面的最小的那些一年级啊，小学一年级啊。那这个团是怎么样开始？是只要小朋友想要学，就会被吸纳进来，然后甚至是有学过。我们才找进来，因为这个是静心小学嘛，静心小学它有 A 团，静心小学 A 团也很凶啊，都每次都要拿那种。对，听到 A 团我就觉得有一点恐怖，恐怖。这应该台北市的学校听到静心，应该都会先退避三舍才对。那所以那个 B 团呢 ，Baby B 团就很好玩 ，B 团就是早上。还有那种还起不来的，然后到学校来上课的时候还一脸睡相，然后还有人带早餐进来，然后说老师我可以吃吗？我不吃我会肚子饿，我等一下还会血糖过低。小孩子很好玩，还很好玩，然后拉琴拉到一半，一个肥肥的小男生举手，老师我要大便。那位同学就笑的啊，你要大便？对啊。可是他们都会觉得很好笑，就是这种带这种。幼稚园娃娃团啊，这种小 baby 团，其实我觉得好好玩哦。所以 一整天都充满活力，上完他们的课，一整天都很高兴，心情都非常好，中间很好笑。对，看到他们各式各样的。你知道有一个女生，我带过的静心 B 团有一个女生，那个是很特殊的，但静心其他都没有，就胖子特别多。你不能讲静心啦，现在小孩子都比较有过重的。Okay. 可是那个学校真的胖子特多。然后有一个女生很胖哦，然后她听说幼稚园毕业的时候就敢拿一把小提琴上台演奏，哇，就胆量很大，对啊，她不会看五线谱，可是她每个音都背起来，就上台拉琴了。好啦，她进入小学以后就进入 A， 就是 B 团嘛，进 B 团，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些基础的训练啊，训练他们看谱啊什么，她就回我说，老师我不会看谱。可是我可以唱歌给你听。你要说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们现在是在上弦乐团的课，然后他会用很可爱说，可是老师你知道吗？我唱歌很好听。那样我说那你要唱什么给我听？他给我唱那首什么《山丘上的波妞》是不是？崖上的波妞、崖上的波妞。OK， 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然后他是唱日文。他从头到尾，然后五音不全啊，可是就是很可爱，所以我每次上课第一件事就是先叫他出来唱波妞。可是唱到二年级他懂事了，他不唱了，他不要唱了。所以我觉得在一年级啊那种童真的时候是最好玩的。对，所以他们是都是想要进来
雪就喜欢，所以进来嘛。那进去以后有没有怎么分乐器的方法？因为你一定大家都要拉小提琴啊。没有，我们会筛选过，会有一次很严格的考试。哦，那有些家长说：“哎，老师，我的孩子学三年了，要进入 B 团的小提琴。”嗯，我说：“对不起，你只能拉大提琴。”为什么？因为他不会，他小提琴学三年，连夹琴都还夹不好啊。哦，嗯，所以而且小提琴。因为竞争最激烈，因为他那个名额其实是有限的，嗯，不是每个要参加都可以嘛，嗯，所以我们那关其实把关的时候我们也很为难，对，一来想说让所有想学的孩子都有机会参加这个团，嗯，二来因为人数上的限制，因为他后来会变成一个班，哦，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班，所以变成一个班里面就有分管乐跟弦乐跟打击乐，嗯，你就不可能超收，你超收等于是压缩到其他两个团的，嗯，员额限制，所以我们也很为难，啊，不过上他们的课真的很好玩，可是大概一年以后他们上到 A 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就是要出去厮杀的那种，一年以后就可以去厮杀， 对，哇，那压力很大，因为弦乐拉一年可能也还好，可是我们那我们那里的师资都是 NSO 跟 TSO 的，啊，全部拉一年就要面对这样压着练呢，啊。啊，这样小朋友很可怜，不会被可是合奏课他们都很高兴，嗯，不会失去兴趣嘛？因为拉小提琴好哎，很累耶，欸，我觉得手又会痛，脖子又会酸。其实就是说，养成教育其实必须要再更长一点了。可是我们是缩短他的这一段，过渡期，从那种好玩到那种正式参加一个比赛团，嗯，我们有稍微压缩掉他的一些时间，嗯，那可是他上 A 团，因为他还很小，所以他在 A 团里面其实还是有受到那种，豁免权，嗯，就是说拉不好不太会被骂的那种的，就是还是有这种豁免权的，嗯，就是骂会骂大的孩子，不会骂小的孩子的，啊，对，嗯。那也你很多学生是从小小的这样带到比较大的，对，那他们中间的转变，因为他们那个年纪真的改变很大，很快，嗯，很快，半年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你就不认识他了。对，小孩子的转变很恐怖，真的很恐怖。对，就不认识前一分钟，你觉得上学期他还可以，下课以后还不肯走，赖在你身边黏哒哒的，甚至从你背突然跳到你背上，老师背我这样，到下学期突然他看到你是假装没看到，赶快快步离开。我不晓得这个中间发生没有，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是他们长大了，嗯，就是可能要面对自己另外一个阶段，对，他们觉得这样子的动作是小孩子的动作，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哦，对，我还以前还有带过那个 B 团，那个多好像女生啊，四个小女生，现在的年纪应该都是上国中一年级了，嗯，他们刚进 B 团，然后我们每次下完课我急着要去 NSO 上班，然后他们四个就会拉住我，四个人拉住我的两只手两只脚，爸爸你不要走，爸爸不要走，就在跟我玩这种，爸爸都出来了，在跟我玩这种游戏这样子，嗯，然后还要等到大一点的时候，我在他们我偶尔我也去带 A 团啦，嗯，然后带 A 团的时候我跟其他人讲他们四个的笑话，他们四个是翻脸啊，好好玩啊，对，就是，他们四个是变成是对我们是大小孩了，不要再讲我以前的糗事，嗯，对不能讲，嗯，然后还有其中有一个去加拿大读书，然后写信回来还在提这件事情，对，好好玩哦，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可是其实他们再过几年再回来想这个事情应该还是会觉得是很好的回忆，嗯，没错，因为其实学音乐对小孩就尤其是参加乐团，嗯，是很不错的一个经验，如果说没有因为这样所以不拉或不弹，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培养所谓的人际关系，嗯，培养一个互助合作的一个工作机会跟态度，嗯，尤其是要一起去比赛，对，你合作的时候要团结，你总是我为什么我不这次不是我是主旋律，没办法，因为你拉中提琴啊，对啊，那所以你要懂得就是说当你在二线的时候，或者说当你不是配合别人的角色，对，你是配角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到什么样子的心态，嗯，啊，可是中间都会有这些配角必须要表现的时候，因为曲子有时候会故意写给中提琴嘛，对，写给他的时候他又拉不出来，这种曲子还蛮少的，
蛮少的吗？是不是故意写给中提琴的？不是不是，就是说有一段有一段会突然丢给中提琴跟大提琴去表现啊，或者二提啊什么的、嗯。对，那时候又要拿得出来啊，所以、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我觉得或多或少也在潜移默化，也在训练孩子们，就是说他长大以后必须要面临，有时候你就是一个配角，那你要怎么样自处？嗯是，嗯，没错。有时候觉得合奏真的是需要这样，是是因为不能大家都抢着大家都主角，那就不好听了，就没有那个和谐度。所以其实，哎，对，嗯，人生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怎么一直扯到人生呢、啊？真是没办法，我是人生导师。哦，真是的，讲那个合奏。不过我记得我小时候参加乐团或合唱团，就是真的好好玩。嗯哼。跟朋友一起，尤其是出去巡回啊，对，哦，出国是、哦、出国表演，对对对，那个真的是太好玩了，而且那种感觉是，哎，终于脱离父母的啊，没有，我妈都跟着，啊、真的吗？气死我了，对呀、啊，真是的，哦，好不容易长大才可以自己出去，是哦，哇，就有都是有这种、嗯、这种经验，然后会觉得那时候每次要比赛，就大家。互相督促，或者是对互相、嗯、对，也会有一些冲突之间的，对，也会对、啊、也会有对、啊对啊。他们为了比赛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互呛，嗯嗯，从大提琴首席管到第二小提琴的后面去，你们在拉什么？小朋友也会这样，对啊、小朋友就站起来骂后骂那些学弟妹啊，意思说你们这一段拉这样，我们练了半死。白费了什么什么、嗯、就会互相这样，我带的团几乎都有这种特色。很奇怪、就是跟老师有关系吗？嗯，你教育他有啦，我以前在教管乐团的时候、嗯、他们指挥有过来跟我讲说你的学生特别吵。哦，我说会吗？他说会啊，合作的时候很喜欢发言。我说这跟我有关系吗？他说嗯，跟你的教法有关。哦，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喜欢他们勇于表达自己的意思、嗯、然后大家讨论这样、嗯、就他们听说他们合奏课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老师讲一句他也讲一句，老师讲一句，所以他们就很困扰。太好了，嗯，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教管乐团。其实从跟孩子相处，我以前没有办法跟小孩子相处太长的时间。嗯，以前的我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嗯，因为我一直觉得 OK， 我像我个别课的学生，私人的学生，我上完课我就希望他们赶快离开。哦，因为我已经教完了，你应该要赶快回去练琴。嗯，应该。可是自从开始接触学校的这些团以后呢、嗯，我发现我多了以往所没有的耐性。啊，这其实这个耐心也延伸到我运用在我自己的工作上啊，音乐上啊，或者说跟小孩子的相处啊，跟自己学生的相处，跟自己孩子的相处，嗯，啊，都会多了一些东西出来。嗯、那这些东西是以前可能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对。嗯，好，所以接不下去了。没有，因为我在想，我为什么都还是不太能跟小孩子相处。太好了，没有，因为我没有一直在教学啦、嗯嗯嗯、因为教学其实我觉得责任是很大的，是啊，因为可能我们讲的一小句话或什么的，它会影响他们很久。对，因为有一些我以前的学生会来跟我说、嗯、老师你知道我会读音乐系就是因为你当初跟我讲的什么、嗯、我说哇有这么严重哦，我一直反省我当初跟他到底讲什么。他你也忘了，对，不记得，可是他还记得、啊、对，就是我可能无意间的一两句话、嗯对，嗯，我也有教那种中途就不学了，我就在想，嗯、我在反省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嗯、没有了，其实不用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我们已经够忙了，好吗？嗯，对不对？嗯。